你们两个都是第一啊！你们两个都是第一啊！我说舞台第一，第一攻第一。对啊。Yeah, let's go！ 啊啊！强强联手啊！原来好处在这里啊！这次我遇到柳鹏，我很开心。我们在一起，当然威力很强了。我们两个应该可以努力把弟弟们带得更好。一箱不能闯两只老虎，二虎，所以我都会担心有两个老虎在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老虎会不开心？哎，我们人就齐了嘛，对不对？齐，八个人。好了，难得大家能够一起作战，那种感觉很过瘾。那我们所有人都要上台去表现，所以我们必须要评估人员怎么分配。现在我们选的是阿嬷的话，不好意思，因为是闽南歌，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很辛苦，所以我们两个会闽南语的去唱。懂得歌词的话，在唱它的时候，情感部分是可以得分的。我跟家人讲闽南语的，所以我们刚好抽到三个人。然后借我呢，我们听听有恒哥的意见。现在我们得到的编曲是一个这么的军事风的节奏，这么强烈的舞曲，所以我们在想 ，XPA 我们应该慢下来，变悠扬，变成钢琴。不好会弹的，那个音乐钢琴出来悠扬，可以跳着优美的姿势，我是可以跳舞了。这首歌不可以只有燃炸，我们要增加它的深度和内涵，适合用 rap。那我去 rap 好了。卓西他能不能在 XPA 如果有一些敲击乐的东西？我本来想要军鼓，我来学。突然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分数是对啊，很强，这首歌变得很强。我们有这么多不一样专长的人在一起，我们可以做非常多种变化，打一些比较出其不意的牌，异军突起。其实我可以选择一边就好了，只是我想帮忙做一个支撑，稳定军心。让他们能够放心去唱。借我说得出口的淡淡誓言，借我不惧与初见，哥叫我一声阿妈。我们抢齐哥一下好不好意思？等一下就还你们，等一下就还你们。阿妈，你今嘛在哪位？阮会叫你，你敢有听到？齐哥已经放弃我们。齐哥知道我们在等他吗？来吧，小齐哥。齐哥，你敢有听？哎呦，你我这么贵，哎，老美啊！小齐哥两个组都跨刀，我只看他分身乏术了。就当他在借我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来骂。然后小齐哥可能也有点不好意思对弟弟太严格吧。后来那个一些抠细节这种事就掉在我头上了。Hello， 那边的小心，听听看。借我不觉如初见，太多这些装饰音了。借我不觉如初见。初见，借我不觉如初见，不要初见，不要多那个滑音，借我干干净净的。借我不觉如初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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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见。不管不顾，不问不说，也不念。老师啊，中间还是蛮好，至少有三四句吧是不齐的，就是那个和音还在，前面其他都收掉了已经，这样不可以啦。不要，为什么光又要滑？为什么光和人又要认然？为什么要光音呢？刚讲了半天，讲的就是这个，对吧？老师，我没说错吧？鹏哥是一个很有要求的人。在他身旁的成员都应该蛮有压力的。借我一呀，不好，一呀，这哪里来的？这哪里来的？这哪里来的？近看光阴荏苒。不要这样，你唱歌一直很冲，没有弹性。借我一言无言。这个唱法不好意思，老师，我真的觉得一呀无言跟后面有什么差别？不好意思，各位兄弟，如果你们没有唱出跟后面东西的差别，老师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
轻音多一点，然后再拉是平音，老师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帮我们，好吗？好，再来一次。但是鹏哥很惨，他已经好累了。哥，啊，我终于听出你的梦话是啥了。我昨天你听见没？我昨天没有听的。你睡得好死，哥。对啊。你说什么？你还唱了句，你还唱歌，说 urban 不是 hiphop，urban 不是 hiphop， 你们要把舞跳好。然后说，然后又开始唱了一首不知道什么样的歌。哥，不要太大压力，好不好？没有啊。放轻松一点，放轻松一点，好不好？哎、yeah. 你开心啊，王大陆，你开心啊。哥说那我们那个群把你退出。哥你不要那么现实好不好，已经查无此人了，对不起哦，别再叫我哥，别再叫我哥。那我跟鹏哥的关系比较微妙，就是我也没有这么怕他，然后我们两个就很像哥哥弟弟啊，斗来斗去的一种关系。以哥的自信就是说我们想要我们先选谁。你怎么知道我刚才想这个？对，哥的自信就会告诉你别担心，我们先找选谁，剩下有谁。你不要这样去学我，很烦耶，好讨厌，烦。怎么了阿鹏？我家人才叫我阿鹏啊。真的假的？对啊，那我们就是家人了。你看那个梦想应该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叫我小鹏。小鹏来帮我拿，变小弟，帮我拿那个经典过来。来来来来来。但是鹏哥对其他哥哥们比较有距离，那我不知道新的环境他好不好，他的新的伙伴会不会像我这样所谓把他的那个包袱给扔在地上揉碎他。我们好像是第一组回来啊。真的吗？终于轮到我们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吧？王大陆都没回来。大陆哥哥的爱，我们的感情线是吧？我们没有感情。王大陆还没回来，你去哪里？你要去把大陆抓回来吗？看看王大陆干什么？去抓他，看他在干嘛？对啊。对，他可能现在乐不思蜀。